寿命长达500年。不一样哎、欸，到处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请问这是大人国吗？为什么到处都是大超级大的怪？另外一只应该是鬼干特斯。没有小面包，蛮饿的。哦，现在还不死哦。白金啊，没点吧？全都是银矿，还铁矿。好像没那么遇过那么绿的食人魔哎、欸。食人魔头目有遇过吗？不好吧？你知道吃宵夜为什么对身体不好吗？因为你晚上吃完，然后又要睡觉。晚上睡觉对胃不好啊，还没消化。我睡觉比吃宵夜还要严重太多，好不好？第一下被挡掉之后，真亏。
看斯威亚，看鹿鸣。鬼棍棒，啊，快死！重看不重用，那我以为他很强，结果还好嘛。他们什么时候还可以一起那个啊？定神啊？魅惑之敌。杀戮杂耍，有如暴风般随机选择目标丢球攻击。他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三个一起定神啊？为什么要升到早上几点啊？内馆什么都没有呢。真走回去，妈的！神的幻哦哦，感谢你提供秘诀，先把卡缪的装起来好了。卡缪太惨了吧，什么都没有。看他的技能盘更惨。好，欸，不是啊，他的防御也太低了吧，反正是
什么了？啊，他真的是被制作组霸凌，他是真的被霸凌哎。嘻嘻，啊，没有你好惨。以为可能还剩几个可以点，就没想到是空的。村吗？噔噔噔噔噔！可爱。大王乌贼出现了，霸王斩！打倒左脚一行。打十字，他好像死了，好像不至于用到这个。可能是他的兄弟吧。干好弱、哦，妈的，早知道。切西瓜，这招真的太好用了。备货嘛，定神触发加5%，靠呗！看这岂不是一定要点爪才能打开了吗？太鸡波了吧！双手杖技能，嗯，
到了。就有一个家伙在这里，海风草，请问刚刚是人鱼吗？好像是哎、欸，哇，吓我一跳，还以为是村里的大人来了，召集了一下嘞。这村子里的大人都讨厌人鱼，所以要是被发现我跟人鱼在一起，就要出大事喽。这个人鱼呢，是我在钓鱼的时候偶然发现漂流到海滨的，不过他好像喉咙在痛，没有办法好好说话的样子。本来要遵守村规赶他走的，可是看到这个人鱼痛苦的样子，我就没办法不管。哎，旅行的朋友，不是旅行的大哥哥吗？我希望能在被村里大人发现前帮助这个人鱼，所以不管喉咙多沙哑，都可以将其滋润海草、润喉海带。你可以帮我去获得这种东西吗？在哪里啊？真的？哎呀，我听说都市的年轻人很冷淡，根本是骗人的。村里的大人说的真的不可信哎。采到润喉海带的地方，听说是在纳吉姆拿村往北走一个寒冷国度中的小岛哦。顺利获得润喉海带后，还请交给人鱼。那旅行的朋友就拜托你了。佛。对不起，我喉咙痛，没办法嗷嗷呜哇。有润喉海带又能治喉咙沙哑。啊，抱歉，是喉咙沙哑，不是。超离开！烦呢。这里是纳吉姆男生，是以未来海洋治好的村子，但如今海已经污浊了，没有什么村子整个没落，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不过还是可以请随意之便哦。哎呦，黑珍珠、白珍珠、粉红珍珠，到时候再来吧。嗨，大哥，啊，是你啊，你来的正好。其实最近因为完全捕不到鱼，大家都觉得饿。我们因循纳吉姆拿村的古老习俗，以海产当作祭品祈求丰收，但还是不怎么有用。想必这样的欠收状况，只是以一般的海产当作祭品，海参也不会感到满足。如果祭出巨大咕啦贡的脚，我想海参就会满足才是。可是我们不可能打倒它，所以希望打倒过它的你可以帮忙获得咕啦贡的巨大鱿鱼丝。再这样下去，村子会饿到灭村的。我们只能靠你了，拜托带巨大的鱿鱼丝来吧。你愿意帮忙？之前你也救我们的渔夫，倒是受到你的关照耶。乌拉贡所在处好像是出纳吉姆拿村往北到邦德尔蓬地方后的东北东侧岛屿近海呢。只是将咕啦贡做成鱿鱼丝，必须用连手技爆炎斩打倒它才行。爆炎斩是在同时使用火炎斩和喷火杂耍时发动连手技。学会这招，再去挑战咕啦贡吧。那么，如果你用了爆炎斩打倒咕啦贡，获得巨大鱿鱼丝之后，就带给我，拜托你了。噔噔噔噔噔。又获得了一个又要连手技的，也太多任务吧这个村。我看到很可怕的事情，旅行的朋友，你可要小心红光啊！一旦看到红光，船就被弄沉。根据传闻，有人在一个叫克雷莫兰的国家北方区看到红光。旅行的朋友，我是为了和你好，
这还是不要靠近北方的海，有几条命都不够赔的。你要采要多少珍珠叶？是我做的独木舟，好哦。哎，小弟弟。你回家做事业哦，看我一直没有帮他找，呵呵，都已经经过世界毁灭一轮了，我还是没有帮他找，笑死。这座纳吉姆达村是个度过晚年的好地方，呵呵呵，这座村子真不错。哦，这身与众不同打扮，你是旅行者吧？呵呵呵，真不错。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旅行各地过的。虽然这么说，看到你这样，就让我想起自己血气方刚的年轻时候。啊，我看你身手也不错。过去虽然有好身手，但还不够成熟。你可得跨入真正成人的境界，才有望更进一步地成长。如果和你在这里相识也是一种缘分，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的成长，我就给你一个考验吧。从这里坐船一路往西，有一座无名岛屿，去用某种连锁技去打倒鬼棍棒吧。又来了，呵呵，如何？不是是这个考验吗？呵呵，回答好。那么我所说的连锁技能就叫青春的一夜，知道连锁技还是算了，世界寿命也没意思，想知道的话就凭自己的本事吧。提示是全心全力斩，而另外一个特技，呵呵呵，不说了不说了，记住哦，是用青春一夜去打倒在无名岛屿上的鬼棍棒。全心全力斩是双手剑欸， fuck you。 当你再回来这里的时候，应该会成长得更为茁壮才对，那么就期待你的好消息。要定身很烦呢、欸。去找大炮婆婆。对。我知道定身很烦啊，没那么好定身哦。喵。大炮的大炮婆婆，要是每一天没有每一天听到早晚，没有每天早晚听到大炮声，就会觉得活不下去。村里的大炮全都是先父为我准备的哦。啊，我知道、哦。为什么小剑这个时候开采、啊？太早了吧？喵起！可是他不是都是六？我记得他都是六点开台啊。哎呀，小徽章！丧尸锁甲。
能抵御暗攻击和诅咒的不想铠甲。感觉不怎么样呢。来到这里就是应该要来发一发大炮啊。居然是固定的。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我在发礼炮啊！我的到来啊，自己发。干，又不是卡没有失忆，值得庆祝，是欢迎我的到来，好不好？好棒哦！还没什么精神，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公主回到怀抱，谁有量体重？是不是变瘦了？你还说我们秀冠是不是又瘦了吗？我也不知道啊，应该是没有吧，没什么感觉啊。睡饱才会瘦，好不好？嘻嘻。可怜，好像什么都没有哎、欸。靠耳朵看台，对啊，要睡饱啊。如果你睡太少的话，反而会胖啊。没睡，就是睡过少的话，身体反而会发胖。我好像还没去过那边。你没睡饱，越来越瘦，发生什么事？
是有研究的，好不好？少在那边怀疑我。大家好，19940219，谢谢追随。异形体质。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不正常吃饭吧。想要胖的话就要好好吃饭啊。至少三餐要正常，三餐正常的话通常会维持在你的正常体重。海平沙还有怎样直接灌下去吗？都坏掉好不好？身体。原来是想要吃什么炸什么。哎，看到了。麻痹水母，太多克了吧？不知道大十字到底吃什么，就跟霸王斩一样。小甲壳，木雕女神像。我记得这里还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炖猴海带吗？我好想吃炸的东西哦，因为尤其正饿的时候。雨露之诗，偷吃卤味。平常没什么在吃卤味的。哦，对哦。噔噔噔，因为那张还没有放在电脑里面，那要关台，我再给你。哇，史莱姆王是还是红眼睛的，上回就跟他 PK 过了，再来。旁边那小一点，流浪，我应该要先打旁边的这个。你打二哦。
Miss 麦照，你雄厚麦照。哎，彗星一级，爽哦！哈，他也只能普攻哦。我痛。只能普攻吗？我没有啊。咚咚咚咚咚。叮叮叮叮叮叮。好赚。海润喉海带不是这一个岛啊？哦，嘛是有可能。小徽章，史莱姆王冠，史莱姆王冠抓小。材料靠背哦，小徽章会收齐吗？应该会吧。我以为它是装备嘞，就只是个。阿赞头盔，丝绸草。后海带应该不在这里。四大国峰会为什么是五国啊？那四天王一定有。
上面好像从来没去过。好猛啊！是暴击啊！我靠，更深了！他隔一个，刺猬啊，缺点就是没有全体技啊。的钱啊，乱丢干！哦哦，闪掉，嘿嘿。笑死，闪掉。好，按住。在有工作的地点就可以使用人鱼塑形，就可以前进海底移动，那真是不得了！世界真是有无奇不有啊！你忘了好彻底啊，卡缪。卡缪能干嘛？试试看好了。所见只有我们几家而已，社员女王和其他民众都不知去向。不过我们海底王国居民可没软弱到会轻易输给一个区区的加寇拉，我相信一定都平安无事的。跟你说个秘密，加寇拉那家伙以为勇者的力量已经不存在，所以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加寇拉说，没有了勇者，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可以破解他的法术了。请问勇者大人，你心里有什么底吗？我相信打倒加寇拉的人只有你了，去打倒他吧，拯救海洋就拜托你了。公主有泳装，可是现在还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阵阵求救声，在雪的大陆更北方的海洋，通往王国的海湾耸立光柱的地方。虽然海洋幅员广大，但也不能拖下去。勇者大人，拜托你一定要打扰加寇拉，拯救我们的海洋。勇者，收下这个吧。
技能总是哦哟，我们海中居民所剩的最后希望就只有你了，祝你幸运。哇，送我プレゼント呢？助力海中居民最后希望，这家伙一定会动，你不就是大卫吗？卖 gay 啊，大魔神，看他没有特技可以用，看他打的比罗还少啊！痛！他。扫腿，摔倒了，笑死！至少还这样挣扎。神酒酷，对，他真的没有战斗力，好惨哦，好惨哦，卡缪，卡缪什么都忘光光啦，樱花花瓣。神比王还要弱喽，真是好问题，谁知道？赛莲幽灵，看你好惨哦，卡缪。用大屁股造成大量伤害，到底啥小？要去怪鸟幽谷，用什么骑士三小的？格雷格速度太慢了，所以很容易。
没不会轮到他。先去上面那个岛好了。哎、欸，其实不用，我可以船过来，然后再过去，应该还好。有港口就可以船。吧。难道不是？不是哎、欸，叽叽，呜，好吧，那我还是得先过去。按错，又按错，说他白痴哦，乱涂，黄泉之门。劫乱集，雷光一闪突刺，一闪突刺有差在哪里哦？定神触发率10%，太爽吧！费力常驻40。他根本就没办法分配啊，扣杯啊。
与海上男儿，停靠过散布全世界登岛狂热者，岛屿上所有船舶之爱船人所得称号。评分的，他今天只是评分的。哎，哦，白金啊，蓝眼石，对不对？银矿石，银矿石太多啦，不需要。太多树了吧，这座岛好像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一座很烂的岛啊。这也太烂了吧，还真的什么都没有啊，傻眼。怪鸟幽谷的话是真的，我这边我有追随的人，三个全部都在玩 PUBG 啊，小剑六十分，大鱼都在玩 PUBG 杀小。我看完之后，哦，我跟着玩干嘛？我的阿婆铁蛋都还没玩完，而且该死的，我的潜入侵又还没玩完。